我支持台湾独立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。我支持新竹独立，台湾新竹一边一国。我支持云林独立，云林台湾一边一国。我支持桃园独立，台湾桃园一边一国。不是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谁跟你一家人？台八建处支持台东独立，我们身为台湾人，当然要支持台湾独立啊。我们身为高雄人，当然支持高雄独立啊。我们台湾人好不容易要当家做主了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彰化人也要当家做主，支持彰化独立咯。我们吃台湾米，喝台湾水长大才要独立，那你们呢？那我从小吃花莲米，喝花莲水长大，当然花莲也要独立啊。台湾独立是不想要被别人管啊，南投独立也是不想被台八建处管啊。你们自古以来都是台湾国的一部分啊。威扯，台中从清朝以来除了日据时期一直都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台湾国根本没成立，台中自古以来不属于台湾国。台湾想独立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太落后，政治不民主啊。威扯，中国大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落后的是你们台湾国吧？那台湾国要是民主，就赶紧让我们独立呀！台湾想独立，是因为中华民国压榨台湾人，他们暴政必亡啊！中华民国1946年就让台湾人选乡镇区长，2016年台湾国取消选举，全改官派，你们台湾国才暴政，民主倒退70年，一夜回到光复前。你们各县市太小了，不利于经贸发展，万一老百姓饿死怎么办？不用怕，我们民主就能当饭吃。你们这么做是不会得到世界各国承认的。你以为台湾国会得到世界承认吗？世界不是不承认宜兰，是因为我自己说自己叫台湾，所以我们才要团结，大声喊出来，台湾屏东一边一国。台湾能独立是因为中国的不敢打我们，中国是纸老虎。那你台湾国敢打我们吗？主张台湾国的人好像都在逃兵役齁。好，你们不怕我们动用中央军队吗？说好的民族自觉呢？说好的和平发展呢？说好的民主自由呢？说好的独立符合联合国宣言呢？你们到底有什么毛病？就这些纯理由支持你们独立，你们都是脑残吗？就这些纯理由支持你们独立，你们都是脑残吗？我不是脑残，我是远山，英姿挺拔，气宇轩昂，才高八斗，为国民只爱报道不爱鬼岛的中华儿女。远山为什么不实际到各县市举牌呢？哦，车票不要钱啊。